近几个有啊，海景房。这边上的。这是山景。这边，这边。这哪儿海？你好，请进。我来看看海景房，是不是海景？哇！哇！哇！这真可爱。现在是凌晨的2:01，我们打算开车去青岛，但是刚到高速口，看到这个高速全部都封了，因为今天现在正在下午，所以我们现在很无奈，我们只能把车停在旁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放行。其实我们买了今天去青岛的高铁票，但是因为没有买到回来的票，所以就打算开车去了，临时决定开车去。我谁知道遇到这种情况，不知道几点能进去。现在是凌晨2:19，根据天气预报来看，应该是3点，好像没有雾了，那还有40分钟。睡觉吧。看我来来回。现在是早上7点，按照计划，我们现在应该已经到青岛了。不过现在我们还在西青区高速口待了一宿了。哎呀，脖子疼。计划赶不上变化呀，不过我刚才下去和他们聊天，他们说石家庄那边已经开了，所以我们这边应该已经快了。然后不知不觉来了好多的车呀，我们被堵在里面出不去了，就现在想走也走不了，就很难受，感觉我一晚上我这胡子出来了。我们昨天晚上就开到这里了，但是往外开了，你就应该，我们就应该停在这门口。越南卡在这儿。对，没错。这么痛快的道，为啥不开放啊？是有一点，有一颗雾蒙吗？一颗。开了。哇，上了个厕所的功夫，居然开了！我的天！哎呀，赶紧立马出发。采访一下，帅气的司机，有什么感想？就我现在的感想就是比中国进世界杯了都激动了。道路限速110。我长得可真好看，看旁边。外面。这大呀！我操！这是我们从昨天晚上12点到现在，不是昨天晚上6点，8点吃的。但是第一餐，我现在只能说这个方便面真香。昨天咱本来可以吃砂锅，还记得吗？对。为啥不选砂锅？咱窝了一宿。哎。现在马上切换成暴躁姐来开车。请沿 GM120 然后现在开始堵车，堵6公里，预计通行时间1小时。堵车是吗？对，我要考头。这边的。好像。没动。没动，都不知道。看见，
看您那个没见识的样子。您不也是吗？您乐离这段话还拿相机照。你这句话是我在你们打仗吗？现在10:30，我们终于出了天津。令人激动的一刻，终于开到我们订的酒店了。现在进去办入住，可以吧？行，不错吧？这房间也可以啊，海景房。哎，哇塞，哇塞，现在是晚上5:20，我们经过了17个小时，我们从昨天晚上凌晨12点出发，然后经过了17个小时，现在终于到了我们的订的酒店了。虽然过程出了点意外，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很开心。哎，你看那个海滩，海滩上都是人，你看见没？对啊，都是在那躺着的人。还玩那个什么的呢？还玩那啥的呢？那个叫什么快艇的呢？哇、哦！刚才在酒店办理入住的时候，问酒店的工作人员，我们晚上去哪吃饭好？是，他推荐我们来这个。营口路的农贸市场，就是你去农贸市场里面买完之后，可以找旁边的店给你加工。这一只鼻哈，买买的哈。23元一斤。那来两斤吧。几个人吃啊？我现在的生蚝有阴影。自从拉了肚子之后，我现在不敢吃生蚝，太恐怖。一个火腿肠，一杯小的，小火腿肠，一杯黑啤、啊。这个龙虾怎么吃还能够点？怎么吃啊？一吃还是2吃？尝一口死不了。换他一正反。你别嗯，你快弄吧弄吧。哎，我真的觉得心脏有点。哎，你嚼碎了，你别吓唬我。这个怎么吃、啊哦？你先把这个给我弄开。你口那个不大呀、啊，这个太大了，这个大才满足嘛。呀，这还没粘我呢。哎呀，哎呀，硬邦邦的，夹不起来呀。怎么回事啊？芥末，我的妈！哎哎哎哎哎哎！哎呦，我的妈哟！人家有烤串，烤吗？这海螺这么腥的吗？真香！这怎么吃啊？这会动吗？大姐，自己买的，我的天、啊！你就抗拒，我个麻烦呀！不是我，里面这是黄，我是吃这个东西的麻烦。我是鸡皮疙瘩，吐的还起，我现在整个人都想吐。那都是你买的，那都是你不吃的。我的天哪，这能吃吗？能吃呢，这怎么吃啊？我再给你展示一下，我今天给你展示3次怎么吃东西了。快展示一下。就直接吃啊，好吃吗？蟹黄味一模一样，是吗？就蟹黄的，不好吃我死去。蟹黄味好吃吗？别吃了，没啥味道，不蟹黄味吗？好，蟹黄啊，对对对对吧，蟹黄味没毛病，河螃蟹黄味接下来吗？你刚才说好分我一半的，慢慢慢慢不是，这饶不中吗？
为什么他一破完腰好像过活了？这放凉了就到了。怎么刚才一共花多少钱？刚才花了300不到。200块钱。300。都是他花的。300吧。算一算。300吧。400多。有400吗？没有400吧。300吧，有块钱吧，300。没有痕，没劲儿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要刚切完放进去的话，疯狂的蠕动。